刚刚今天刚好就我们三个人，我们就来给你们两个好好的特训，新手训练。两位都还是有一点菜味，虽然有一些进步，但是很微弱。我们今天就要给你们加强，好不好？除了当然给你们特训，好不好？严厉的特训当然要有奖赏。你们今天好不好？比完之后表现优异的一方，我们就给你。我今天研究了一下，发现可以给那个 Steam 点数卡。表现优异的一方，好不好？就给你们300点，就等于是价值300块哦。哇，老师发红包了，哇发哦！红包哦，还有过程当中谁可以赢过我？我们三个人一起比，所有的项目都是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那过程当中，你们只要有任何一方赢过我，那也是直接300块，好吗？哦，好所喂，以好喂。至少你们之中会有一个人获得300，那过程只要有赢，都有机会再获得更多，哎有没呀，有？哎红呀，包是不红是？有没包有激励一点了，蚂蚁？好啊，好啊，呀，首先第一个，好不好？我们平常生存，对不对？原位生存该来训练一下，UHC 的时候也是生存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对。就比谁先全套铁装。还有盾牌、剑、斧头、镐子都要铁装哦，没问题吧？哼，好哦。那过程当中不能干扰，不能去弄人家的东西，就是比速度，1.18的地图，没问题吗？两位，应该吧。那我们就3-2-1开始，就现在开这始么快？喽，不能想东西哦。啊，1.18挖铁其实都不太容易哦。挖铁不容死易了，我记啊。得好像会喷东西哦，就只是会在这里出现，所以你自己小心所以有啊。怪全物套吗？会当然有怪啊，你要哇，假想现在是有一个 UHC 的那种概念啊，那你要如何快速的寻找铁，对不对？是很关键的。或者如果真的太久，我们也可以比个10分钟，10到15分钟之类的。我现在开始计时，我现在开始计时。十五分钟好不厨好？我们比个十师五分钟，啊。十五分钟时间到，我们就来比看谁的铁多，是不是不要然太跟久在老师的屁股后面啊？了。不能尾随，不能尾随，我们是不是要跟着不能掠夺屁屁？别人的东西。我们没有掠夺，我们只是跟好老师而已哦，然后自己小心怪哦，我好像听到鬼话声音。啊。啊？对，要开字幕，吓死人，吓死人。这么快就苦力怕对的吗？铁至少要有十镐，要有十制品。那你的探索过程有可能会遇到怪，所以也要小心。那我们就那个哪个哟？看谁有铁挖的多你讲吧。哦。我要峡谷，峡谷你在哪？没有啊，都是铜啊。哦，蚂蚁是不是也很多都没有铁啊？只有铜，没有啊，我有铁有啊！啊，你有铁，铁了？来硬的蚂蚁，好扯，好扯！真的是好扯，好扯！你都不说话，然后默默的就……认真，认真啊！我们不是说好一起的，哇，努满力的载而吗？归耶！认真，认真啊！不行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！真的是不那行如了，不果行了！你的铁制品要记得至少要留一点耐久度哦，没有耐久度，那我们当然就不算哦。我意思说它爆掉，我们当然没办法判断，嗯哦。你只要留一滴耐久，知道你拥有过，那也都算，所以可以做铁镐，铁镐等于是有三个铁。唉，看来要凭运气了。好单哦。现在哦，时有鬼间，啊！哎，蚂蚁摔死，没有这种有喷装的哦，没有防喷哦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自己的居食然品是可以没过有去舔，关系，还别这人不么能的舔的，猛吗？尸体可以，还会保留5分钟啊。那尤其是人没有在那附近，他其实那5分钟不会计时。请问是不是有人还没来硬的啊？我啊，我啊，我啊，老师，我在很认真的自己。
自己烧肉吃，然后自己有在玩游戏吗？自己独自生存，十五分钟吃什么肉啊？饿着没差、啊，我说快饿死，也才重要啊！饿死，很认真，会饿到死啦，那么夸张？很认真，你没打怪，我还打怪、欸，我也打怪了。那你是没有盾牌的打怪？哎、欸，对。铁呢？这洞感觉就像泥走过的。铁，大家赶快询问一下，那个铁的高度是在多高？我是挖太深了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怎么可能挖太深？铁的高度多少？铁的高度多少？我记得好像三十多，是不是最多的？如果只是要铁的话，啊，那或者是那个啊，如果有钻石，一颗钻也是抵十颗铁，好不好？我也好想要。如果你要挖钻也可以，这规则行吗？我们要尊重两位的同意。你们觉得不要就是纯比铁。我说一颗钻抵十颗铁，都可以耶，我觉得都没差。好，那我往下挖一点了，因为我也不晓得 1.18 要去哪里挖铁。可是要挖钻其实要到很深耶、要到负的。欸、好像有点难。嗯，觉得屁股被撞了一点。我收到资讯是-64到-72，不是，那是铁出现的位置。我说最大值，最大值15，有人说15哦，15哦，给你们参考15哦，我觉得这个数据蛮值得相信的哦。15就要铁，最多铁啊，最多。他现在-64到-72都会有铁，按人家说15个左右是最多的，我觉得还蛮值得信赖的，我就挖到了。完了，很简单，钻石不考虑了，我感觉钻石1:10好像有点没什么用。可以分给我们，开始先抢到，先抢到钻石。钻石，我记得 1.18 那个之前要找都很惨，它就一颗在那里，没有像以前一样4到8颗那种，比较少啊。如果是4到8颗，那就很赚。以我们现在的规则，找到一个甚至10个，就等于100个铁，哇，赚翻天！我也想要赚翻天。现在比时间已经经过10分钟了，完了，所以蚂蚁有了吗？10分钟过去了，我们剩下5分钟了。蚂蚁居然已经有那个酷酷的东西了。是你玩了10分钟一块铁都没有，你 Hello， 你有在玩游戏吗？我老师，我有很多的火把。我们不需要很多的火把，我们够照亮就好。啊、记得哦，铁要烧出来才算我们的分数哦。嗯，好。来咯，时间现在最后30秒咯。感觉我也不用挖了，挖到也烧不了。先去布置场地。老师，我准备去找一个岩浆把自己烧死。为什么？假装我不准。看看哦，时间到，请双方放下手边的工作哦。哎呦，停住！要传送了吗？停住！传送。我热。来，我们现在放出箱子。我有21颗铜。还有颗蛋。喂，两位去任选一个。我选好了，我来上缴我所有的家产。我老师家当，我觉得老师会把我给杀了。把肉肉先拿好。不想理你了。我要先把肉肉拿好。哎，这里是那个Lumi的，蚂蚁的在这里，蚂蚁放过来这里。好好
我在这里。哎、欸，我是不是挖错地方啊？为什么完全找不到、啊？看看你们，救救我啊！都是这個，所有的铁质的，嗯，全部放过来。好想偷走。请问全套铁装是多少铁？请两位回答。四加，完了，数学不好。四加五加，打字打出来，看谁先打出来。完了，多算一块铁。哦，全套铁装、衣服、裤子、夹胶、帽子，加起来多少铁？22。马恩一觉得多少？22吗？要打出来哦。喂，是吗？一下，我想，怎么可能是22？不是吗？枪爆，那是多少？太久了，太久了。24。打出正确的答案就算哦。再换一个，是吗？喂，喂，马一太慢了。12345678，对啊，22。啊，这边22。马一是多少？等一下哦，等一下，我发现有人数学比我不好了，终于有数学比我不好的了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那个，我算很久哎、欸，对，24，我只想说你也算太久了。啊，卢米，我只是想说怎么可能二十？耶、yeah, ，我有一块铁了。箱子放铁的东西，你放一个垃圾干嘛？你这个垃圾，因为我没有铁。一分，你放了什么？啊！放一堆垃圾。马一，五分，八分，就八分。你怎么挖这么久才一块？因为我挖了一个，我挖了一个长的隧道。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，我还给露米一块，我34分。耶、yeah, ！老师好棒哦、哎，不愧是老师啊。看透了，第一 round 两位完全出局，七七，哇，让你们生存之后可以好好加油。哎，找铁就是这样子，要去地表可以多看呐、啊。一开始重点是木头先挖足够，你有10到20个木头的话，你这样在地底生活都很 OK。那就是地底去地表去找看有没有矿洞或者是峡谷，都是很不错的，就可以去探索。加油！好，欠揍。好，草洞窟，好哦。哎，蚂蚁可以破它盾，危险危险危险！快点快点！有有有！你不要走，你不要走，你不可以偷吃，你不可以偷吃。我一定走啊！我一定走啊！